走。欢迎来挑战，请仔细聆听题目，点击数字回答。这个算式二乘以三等于？聪明的你知道三乘以一的答案吗？我们这样我没有整个点到三个，我是在乘以五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那他这个要怎么玩？就是他每个彩色星星的用法是什么？越后面会越难。哦，真的吗？数字越大是吗？一乘九的，我都听不到。你知道二乘八的答案是？二乘八。你知道二乘以八的答案是？那你试试看那个，一乘以二等于多少吗？乘以二。神奇的小朋友，请问二乘以四等于？请问三乘以八的答案是？三乘八。三乘八。请问三乘以八的答案是？我记得三乘八等于是，应该是这个吧。表现不错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你全部答对了。对。哇，那如果第一个挑战全部答对了。所以他第一个挑，他每一个星星都会有不同题目，对不对？但好像最后面的会有到，好像最后面的会有到，会有到九的题目。真的、哦？那你试试看，懒得最难的是什么题目？这个。好，那你试试看。请仔细妹妹也看一下，点击数字回答，请回答这个问题：九乘以五等于九五四十五。请回答这个问题：九乘以五等于四十五。哇，答对了耶！八乘以九等于，妹妹也答对了。八乘九，这个算式八乘以九等于，好严格。你知道七乘以六的答案是？七六，七乘六。你知道七乘以六的答案是？十四，麻烦你告诉我，一乘以四等于多少呢？这也太简单了，一四四吗？请作答。OK， 六乘三，六乘以三等于，请作答。十八。神奇的小朋友，请问三乘以二等于？三二六，请问四乘以八的答案是？四乘以八，请问四乘以八的答案是？三十二。聪明的你知道五乘以一的答案吗？五乘一的答案就是五。表现不错哟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哇，你又全答对了，而且是最难的哦。对呀、啊、太棒了，结束挑战，下次见喽，拜拜拜拜。